扬大会，大会开始。爸爸呢，就像他所用的线，就像子女，就像风筝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澎湖菊响伴奏音乐团，为我们带来飞驰的表演《风吹晚花》，请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澎湖菊响伴奏音乐团。但是由他们演奏之后呢，完全有不一样感觉的澎湖颂，掌声。